草花 Q， 这是哪个呢？欢迎来到梅花 Q 的幸运花园。梅花造型形似三叶草，代表着运气和先知。在这里，要挑战的任务与运气相关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梅花关卡的规则。各位玩家要分成两组，每一轮分别派出两人攻防交替对战。防守队将四种颜色的垫子自由放置在防守区，攻击队随机说出颜色，防守队需要根据指令来触碰垫子。攻击队的成员往防守区扔五颗球，一局结束之后，两方阵营互换，最终累计得分更多的队伍获胜。获胜队每位玩家钻石翻倍，这也是你们最后一次能赢得钻石的机会。最后一次啊！哇，完美的还把 baby 和白鹿分开了。哇，来吧！现在要麻烦大家换上我们特制的服装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。你们想先进攻还是先防守？你们无所谓吧？啊，那你们先防守呗，我们先进攻试一轮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凭什么？你们人多，应该是你们先。那好吧，那黄队先进攻，我们蓝队防守，这样行吧？我们人多，好吧？来吧。好，你们先来，你们俩先来。哦，他们俩是吧？好，那我们俩来。其他的成员也可以在休息区观战，在那里为大家准备了全新的安慕希蓝莓口味酸奶，它里面的蓝莓是长白山产地直采。同时还减少了50%的蔗糖，安慕希长白山蓝莓好喝又健康，唤醒美味，奔向美好，让我们一起安慕希。喝的安慕希长白山蓝莓，我们队友都吃上去了。你们有没有人管管他们？毫无章法，在我的庭院里面这么……快点，快点放垫子吧。现在请防守队将红色、黑色、灰色以及白色的安慕希垫子自由放置在防守区。你随便摆是吗？啊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那这不是都是运气吗？这也不，那就四个颜色一方块不就完了吗？对啊，就很简单啊，穿插开，每一个四方里是四个颜色，明白吗？哦，对，哎，都这么摆，你不一定在哪个地方，只是选一个位置而已。来吧，请攻击队报你们的颜色。先安慕希，请两位站在任意一块白色安慕希垫子上。灰色，灰色，灰色。两位的右手分别去往两块灰色的垫子。黑色。两位的左脚去黑色。左脚，晨晨，这个左脚，你是膝盖。别说话，别说话。啊，说来他也不知道，暴露位置。红色。两位的左手去红色，请黄队开始进攻。那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啊！啊！哇！砸到我了！砸到我了，轻点。啊！我砸到别人了。第一颗球未砸中。哇哟！砸中！他们应该已经知道位置了。哇！未中。啊啊！要砸到身体上才算。凭感觉，凭感觉。未中。啊啊！哦，再远一点，再远一点。一啾啾啊！遗憾，未中，这都没中，差一点点，其实非常近，对，一直在那附近，一直在打晨晨，就差一点点。说实话呀，这是恐怖片，太吓人了。
好，现在攻防转换。好，现在请黄队的两位来摆放你们的垫子。黑的白，其实他们这样摆是最好的，我们要不要换了呢？其实我也觉得不要换了，这有什么好换的？这就是概率，对，换了也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好，黄队调整完毕，蓝队开始报颜色。哎，你们不摆吗？你们不摆啊？我白鹿作弊。啊，这是战术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摆吧。那现在请蓝队报颜色，先是来一个红色，红的吧，红的。我觉得他肯定不会把红色拼在一起，还是红色。请两位的一只脚站在红色上，不同的红色。中了，中了。不是，你的起点已经定完了，不能变了。对对对。你把脚上趴，你趴。好，继续。黑色。请你们的一只手放在黑色上，黑色。另一只手放在两块不同的黑色垫子上。啊，我腿抽了，我天啊！你，是有两条八爪鱼在你们面前。好，请蓝队进行攻击。你来吧，第一个你来。中了，这个中了啊！两腿之间没中，我觉得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我觉得可以稍微再近一点。打中。再来一个，有感觉。打中，打中，耶！第一局蓝队积四分，黄队积一分。接下来，请两队派出第二组出战的队员。怎么摆？咱们俩就那种随缘摆，随缘摆，闭着眼睛。行，你们先扑是不是？好，不能看的啊，这个不看不看。我们摆的这个很有战术。刘晨，你是当我瞎吗？啊，深深。好，来吧。好，现在请黄队报颜色。我们让他先站在红色。红色。这样方便点。来个翻译，尊敬的，右脚黑色。行，可以。凯哥，右脚。啊。左手放在红色板上，你看。哎，完了。右手去白色，
两位的右手去往两块不同的白色安慕希垫子上，应该是铺开了。我只能说呀，这一把随缘吧，得喝不少啊。太好砸了，请黄队开始进攻。哇，未砸中。哇，未砸中。哇，小小队你们都发出了哇，哇就砸刚那个地方就好了。啊啊、砸中。砸了。打中。我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？右边也可以攻击一下，别老往这边。你还要说位置？我这。没事吧？打中。你们俩呀，泽远以后不过了呀，泽远。泽远，没事没事，我对不起你。黄队得四分，对不起。我没事。接下来，请两队互换位置。为自己的随性买单了。随性我买单，凯哥，你放心。一会儿谁砸了你，你得好好的，这得还回来。对，那把白的是不是？大哥，那个泽远是抢了你哪部戏呀、啊？这么恨，炊事班的故事。现在请蓝队来报颜色，灰色。还是灰，右脚。哇！左手白色，两位的左手去往两块不同的白色 MC 垫子上。三哥，你反过来。得嘞，又送走一名。右手白色，两位的右手去往两块不同的白色 MC 垫子上。哎呀，请蓝队进行攻击。那个瞄准好了啊，你唯一能报仇的机会就是这一次了。你唯一能报仇的机会就是这一次了。你唯一能报仇的机会就是这一次了。砸中。啊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未砸中。啊，别浪费别浪费别浪费，要调整要调整。未砸中。怎么别人砸我们那么容易啊，就是远了。最后一颗了。别浪费别浪费别浪费，要调整要调整。未砸中。怎么别人砸我们那么容易啊，就是远了。草率了草率了。未砸中。啊，还没砸。真的假的？你这都没打中。这都没打到。看着都没打。看着都砸不中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运气运气运气，分分都在附近。那你那个没砸中也挺难。正中点。
因为前两轮两队打平，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局定胜负，你们两队自己决定谁当攻队谁当守队，但是攻队要砸中对方三颗球才算胜出。哎，我们砸好不好？沙哥挺会布局的。是吗？又把我推出去了。我觉得你聪明。深深的意思，刚才那两下没砸着你，心里不舒服。大大，你陪他玩一局，你陪他玩一局，想不想赢？不是，你陪他玩一局。不是不是，我可以随便被砸，但是我沙哥要赢。我不赢。我们投票。沙哥要投你了。好吧。现在请蓝队来报颜色。白的。两位站在白色 MCT 垫上。还是白的。右脚吧，右脚站在白色 MC 垫子上，左手红色。右手再来一块红色。这是拍一个广告，拍杂志的感觉，掷铁饼者。请蓝队进行攻击。哇！哎 ，nice！ 哇！砸中，这就中了，那都给你得了。跟着感觉走，走，让他带着我，走你。很好，跟着感觉走，再来，全中。厉害，这是我砸的。运气运气运气，纷纷都在附近。小哥远，我给你报仇了。沙哥，沙哥一会儿要喝一点下火的东西。还沾着油。恭喜蓝队获胜，同时蓝队的每位玩家钻石数量都会翻倍。指令吃饭，按照导演的指令吃饭，快速反应完成20项指令即为成功。过程中如果产生迟疑或者行动错误，会获一次警告，单人警告3次则挑战失败。就听指令呗，失败就不给吃了呗。失败的话还是可以吃，但是每一位成员如果完成的话，可以获得5000RB。如果你们都完成，8个人最多可以40000RB。这一趴顶了前面3趴了。对呀，看来咱钱不够了，再加紧发了，现在没发多少。先吃起来，饿死了。我们先从程程开始吧。好好，请为程程送餐。啊，我们都看着呀。啊，我们都看着呀。一个一个挑战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试是吧？啊，我这刚脱了，刚准备练活了是吧？啊，刚想吃，大干一场。好多鸡的呀。这么多。哇，太丰盛了吧！这么多。好多啊，好饿呀。OK OK。 哇，拌饭。哇，太丰盛了吧，这么多。好饿呀。哇，好饿呀。流口水，你要等到最后。哎，都饿饱了。没事，我看着你们吃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是什么呀？
你上面有有机农家菜、煎鲅鱼、米肠、打糕、扎参、腌萝卜、辣白菜汤、圆白菜、辣白菜、明太鱼干，四五家。晕了，完，什么家？四五家。哦，对对对，四五家。啊，你看那俩馋的，那俩馋的，你俩尝尝得了，我跟你说。真的，哎，我们这儿很饿的。OK， OK， 开饭， OK， 开饭，请听题。吃辣白菜，吃米饭，吃辣白菜。控制欲好强啊，有一天。吃米饭，好香啊！哎呦，吃辣白菜，喝辣白菜汤。警告一下，这就慢了啊。你能不能让我吃点别的？一大桌菜，你只让我吃圆白菜。辣白菜米饭，辣白菜米饭，喝口辣白汤米饭。你上这么多菜干嘛？还是说你只认识这两道菜？吃明太鱼干，吃辣白菜，辣白菜要吃完了。喝汤，喝汤。哪个汤？对不起。哪个汤？对不起，反杀。哪个汤？对不起。你快警告姚 PD 一次。警告定。警告警告，自己想一下那个理由。每次警告给自己警告。我们所有人，你定过三次，你 out。把 RB 全都给我们。都是你十一年培训出来的人，很苛刻的。吃圆白菜，吃米肠，吃沙参，吃圆白菜。嗯，对吗？对啊，警告两次。吃圆白菜。定定一下自己。你再说一次 out 了。哦，你还有机会，现在才警告了一次啊。你也还有机会。是，你都被警告两次了。你也还有机会。你都已经被警告两次了。你也还有一次机会哦。吃煎鲅鱼。吐一次，吐。怎么还有这种题？你没有吐出来，我这吐这了。你把那个刺给它扒拉出来。吐一次，吐一次，他听成吐一次。我们也听成了吐一次，我也听成是吐出来。吐一次，吐。好，警告我。满了，你三回了，警告。对啊，我们玩了。继续啊！你现在错了一次。OK。你还有八个。用勺子拌石锅拌饭，吃一口。吃辣白菜。喝辣牛肉汤。吃打糕。全开一手。喝辣牛肉汤。我一会儿也用手吧。吃辣白菜，怎么辣白菜？辣白菜汤，然后吃完了。而且这吃的还挺优雅的，你知道，喝一口辣牛肉汤，吃一口打糕有多余？又甜又咸又辣的。恭喜程程挑战成功，可以为团队获得5000RB。哦。然后啥意思？饭撤走？没有啊，你可以继续吃了。我们先玩着啊。按你自己的节奏吃了。Oh my god！ 请为魏大勋送餐。一样的菜。一样的菜啊？一样。我帮你尝尝口味一不一样。那咱到你那儿你就饱了。我饱了。沙参。没关系，姚PD只会说辣白菜的，你就只要看好辣白菜就行。辣白菜跟圆白菜跟米饭，喊开饭，开饭。吃腌萝卜，萝卜萝卜。吃米饭，用勺子吃米饭。嗯。用筷子吃沙参，这么难、啊？你复杂了，开。用勺子喝牛肉汤，可以啊。用勺子吃拌饭，没错过。用筷子吃米肠。吃辣白菜，
吃辣白菜，吃辣白菜，吃明太鱼干，吃蕨菜，吃圆白菜，吃圆白菜，吃米饭，塞不下了，吃辣牛肉汤里的辣牛肉，挑半天，辣牛肉汤里有没有辣牛肉？有辣牛肉。我只塞不下了，我只塞太多了，太快了，还不如吃饭，又折磨人。等一下，你帮我们翻译一下，在说什么？他在吐槽，说那个这不是吃饭，这叫折磨人。好，吃米饭，吃刺五加，吃米肠，吃沙参，吃腌萝卜，吃辣白菜。恭喜魏大勋挑战成功，可以为团队获得5000RB。接下来我们为周深送餐。哎呦，好想吃哦！都一样的是吧？都一样。其实没有难度了，对于周深来说。开饭，把石锅拌饭拌匀。吃圆白菜，吃打糕，吃蕨菜，吃香菇。哪有香菇啊？这个拌饭里有。哦，拌饭里头有。拌饭里面有。好难啊！有点已经难度有点升级了啊，难度有点升级了。啊、我估计到白鹿那边。到这边得拿个放大镜看了，我的妈呀！吃海带，吃蕨菜，吃豆芽。里头，里头。吃鲅鱼，土鲅鱼刺，刺啊！哎，来无实物了啊，改无实物表演了。刺啊！有，等一下，把摇摇点时间来。没有，突然感觉像了一个松鼠，你知道。这条鲅鱼没有刺，软骨鲅，软骨鲅，软骨鲅。吃明太鱼干，吃石锅拌饭，用筷子喝辣牛肉汤。完美诠释，还有表情，完美诠释，真的是。这到后边主要靠演，我发现。吃拌饭里的米饭，吃胡萝卜。拌饭里的胡萝卜，没有胡萝卜。拌饭里面有胡萝卜，你让人拌匀了，然后再一个个找出来，确实有点难。太难了，这个。很遗憾，周深挑战失败。哎，很遗憾，看着我跟姚 PD 关系不是很好。给你出这么难的题，怎么回事？请为 Baby 送餐。Baby 等了很久了，感觉势不可挡了。这不太一样的吗？感觉一样，不一样了。No， 完全不一样的一堆菜。我没有石锅拌饭了。哇，这土豆饼我好想吃。哇，我好想吃那个饼。我再玩一次，我上面那一套那个的。Baby 的餐里包括了高粱饼、金达莱饼、土豆饼、绿豆饼、泡菜饼。黄牛王排骨汤、山野菜酱汤、辣牛肉汤、明太鱼汤、海带汤，我甚至觉得自己的饭不香啊，以及零蔗糖、原味、蓝莓味的安慕希。我记了半天，我再到这儿换菜了。开饭，喝一口零蔗糖口味的安慕希，喝一口原味的安慕希，吃泡菜饼，吃绿豆饼。吃金达莱饼，吃土豆饼，山东的好吃，吃辣白菜，喝海带汤，喝排骨汤，吃苏子叶咸菜，配一口零蔗糖安慕希，配一口零蔗糖口味安慕希。这个融合，安慕希说我又有新点子了，好好喝啊。吃海带，管全，吃海带，
为了赢也可以拼了。喝排骨汤，喝野菜汤，喝辣牛肉汤，喝海带汤，喝辣牛肉汤，吃明太鱼干，吃泡菜饼，吃土豆饼，吃金达莱饼，喝辣牛肉汤，喝海带汤，无果。对了吧，已经。这老清楚了，我告诉你。恭喜挑战成功，赢得了5000RB的经费。还得用手。好了，接下来是晨哥。晨哥，你刚刚有一个吞咽口水的动作，不由自主的。何止一个吞咽口水的动作？他一直在吞咽。血糖没事啊。我的脑花儿都谢了。为晨哥送餐，不会又改了吧？也是这个。哇，好好吃啊！高粱饼、金达莱饼、土豆饼，你肯定没问题。好了，你就开饭吧。好了，来吧，开饭。把葱撒到排骨汤里搅匀。哎呀妈呀！喝一口不带葱的排骨汤。啊啊，喝。没事儿，只要不要喝到葱就好。哎呀，吃绿豆饼。对，用勺子吃金达莱饼。用勺子吃饼。吃一口辣白菜，吃花生，吃米饭，吃海带，吃米饭，必须上手，吃海带。吃辣牛肉汤里的辣牛肉，哎呀，吃米饭，吃排骨汤里的排骨，吃米饭，用筷子吃明太汤里的明太鱼，明太汤里的明太鱼，明太汤里的，明太汤里的明太鱼，哪个是明太汤啊？那是明太汤吗？明太鱼汤里的明太鱼，明太汤，那鱼字儿都给丢了，明太汤。喝蓝莓味的 MC， 喝一口零蔗糖口味的 MC， 喝一口原味的 MC， 吃辣白菜，配着葱花吃辣白菜。我咋有点心酸呢？看你，这你摁那个，我吃对了。配着葱花吃辣白菜，我刚才就是嘴里有辣白菜，然后把这个葱花倒进去了，在嘴里搅拌点。你没看网上吃烤鸭的吗？把饼放这儿了，这不异曲同工之处吗？好，这个警告不算啊，不能算啊。吃一口排骨汤里的葱，最后请晨哥佐以美味的安慕希，令你的这餐晚饭更加的愉快。嗯，浓浓的超好喝。恭喜晨哥挑战成功，继续为团队赢得了5000RB。好，那么接下来为沙哥送餐。又换了。我刚把这几个记住了，又给换了，我的妈呀！完了，沙哥全是菜。这咋给整的减肥餐呢？还整哪有减肥餐啊？你全是咸菜呀、啊！你这都是肉，那有牛肉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什么呀？辣椒、大蒜，这啥呀？大酱、辣椒酱。巷子洞是什么呀？八爪鱼，看起来很不错，帮你尝。这叫什么玩意儿？我看，苹果梨辣白菜，辣白菜分好几个呢。沙哥很好吃，你的菜都很好吃。不是这个，一看就是用什么桑叶包一片肘子。用桑叶包个蒜，蘸一下酱。那个明太鱼应该挺好吃的。这几位，给我留点啊！几位，这一会儿没了。哎，这蒜很好吃。这个好吃，我觉得。这几位，我的妈呀！上这儿来解决晚饭来了。八爪鱼你就别念了，导演，基本没了已经。你这最好吃，你这最好吃，我这最好吃。好，准备啊！我第一回吃饭还紧张了，我的妈，有点紧张啊，真的有点紧张。开饭，请听题：拿一片生菜，放酱肘子，
哎呀，那五花肉，哎呀，迟疑了，没迟疑，没迟疑。叮你一次啊，太慢了。还没吃到。放箭泡菜。什么泡菜？你得说清楚什么泡菜。我有两种泡菜，一种是原味泡菜，一种叫苹果梨泡菜。放一片辣白菜。哦，辣白菜。包起来。手都哆嗦。蘸辣椒酱，喂给晨哥吃。早说呀！我可擦了手了啊。我想换个座子。拿一片苏子叶，放一片辣白菜，旁边的苹果梨辣白菜。到现在他一口都没吃呀。净给别人做料理了，都给别人做嫁衣了。用筷子吃一个辣椒圈，终于吃上了。吃一口辣八爪鱼，还有很辣。那个辣八爪鱼可辣了，非常辣。吃一口辣白菜，放一片辣白菜，放一片旁边的苹果梨辣白菜，放辣椒圈，放五花肉，放蕨菜。别哆嗦，别哆嗦，他们在抖啊，抱不了了，忘了，喂给张旅客吃啊，他这咋比我呢？你半天一口肉没吃着吧？我刚吃全是辣的，我多想吃口肉啊，我就想那口给我自己解解辣。他刚才嘴里就辣的要喷火了，拿一片苏子叶，包煎豆腐。放一片桔梗，放桔梗，桔梗，桔梗，一口没吃上，然后还失败了。没事，这回你能光明正大吃了。我们继续把这个包完啊，放苏子叶咸菜，在我这儿呢，请。对呀、啊，我这里没有苏子叶咸菜，你得找啊，还要上别人那家吗？这个？哎呦我要不要上那款一个石锅饭去呢？款成石锅饭回来，石锅饭够下有了。我从吃饭到要饭了都。好，恭喜沙哥。哦，没有，对不起。打到要饭就赢了是吧？很遗憾，沙哥挑战失败。我先自己吃口肉啊，先吃口肉。现在为张凌赫送餐。不会又改没变吧？跟我一系列没变，辣白菜汤、米饭、萝卜。白鹿饿吗？饿，我一会儿就这样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指不定哪个就送到我嘴里了。来来来来，开饭。请听题，拿一片生菜，放辣八爪鱼，放酱肘子，放辣椒圈。一起包起来，蘸辣椒酱吃掉，吹口哨。还有这趴呢？又来个不会吹口哨的。拿一片苏子叶，放牛肉，放蕨菜，放牛肉，放蕨菜，放煎豆腐，放五花肉。放辣椒圈，蘸辣椒酱，给旁边的白鹿吃。该那个。太吓人了！我的妈呀！吹口哨，吹口哨。你吹口哨就行。对。白鹿吹口哨。好，继续啊！吃米饭，用勺子吃辣白菜。吃煎豆腐，吃辣八爪鱼，不许有表情。什么问题？不许有表情。你这边看怎么像羊驼？好，恭喜张凌赫又为团队赢得了5000RB。接下来轮到白鹿。我们一样的，来开饭，吃巷子洞。拿一片苏子叶，放蕨菜，
放牛肉，放鲜豆腐，放五花肉，吃一口泡菜，吃一口泡菜旁边的苹果梨泡菜，吃泡菜，哇，吃苹果梨泡菜，在紫苏叶里放一片苹果梨泡菜，包起来，蘸酱，蘸紫菜汤，吃掉，吃掉，太狠了，塞不下了，咋办呢？就说他后来比咱俩之前的难，感觉太狠了，你整的我们都想都躲，一次警告啊，还有机会，好来。用筷子吃一口煎豆腐，用筷子吃牛肉，刚才你一笑那牙都是绿的，绿的是这样，那也是我在这一轮还有形象可言吗？这一趴好像都没有什么形象可言了。吃一口辣白菜，喝一口零蔗糖口味的 MC， 吃口辣白菜，拿几片苏子叶吃掉。你的牙可能一直得是绿的，赢了吧？已经，恭喜白鹿挑战成功。这是植牙班吗？啊，又要被踩脚趾啦！啊！别抢我的鞋！所有人脱下右脚的鞋，伴着音乐绕着植牙板跳舞转圈。当音乐结束后，用右脚去抢鞋子，左脚在原地不能动，整只右脚穿进鞋内才算成功。没抢到的成员淘汰。总积分靠前的四名成员获胜。露丝啊，哎，你就脱一只吧，我一所有人现在都这样，是1米6一米7的，不，所有人这样合适吗？这样所有人都这样你现在不这样是不正常的，你有点裹得慌，我这球鞋也是这样，卖拐了，卖拐卖拐要吗？嗯，我下来了，我上来了，我下来了，我上来了，请准备Music。 哎呀妈，你把名字给闪着了，哎，还不算啊，你怎么，哎，你回来，你在这儿，傻子，傻子，你快点，老师，你没有位置了，到这儿来，到这儿来，到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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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阿美来，阿美来，哎，阿美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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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成功了，好，你看看，你看看我这群众基础，哎妈呀，这不成功都不行啊！他真的，墩墩整个人都躺在里头了，墩墩哪是纸压板，根本就不怕这个背压板。我们这一轮没有成绩，因为都是双脚全部进去了。哦，这样啊！但你很厉害，沙哥，超棒，超棒，超棒！你在安慰他对不对？看的是在安慰。我小儿子。只要我成功的那次都是失败的，都是演练。你为什么今天又这么想赢呢？为什么呢？他今天很反常哦。今天这么想赢沙哥，那你自己想呗，你好歹也是个校草，所以颜值超高，是从前那也高过，嗯，十足，不仅限于魅力，又开始了自己今天把手表戴上了，防止我上测谎仪。八进五的底片请出歌，八进五的底片请出歌。Yeah.
你那儿是全大陆杀。缩小步吧，咱俩这样，咱俩真的看谁能把这个鞋穿走。公平竞争是吗？公平竞争。我怕鞋坏了。我给你这只，真不错，我给你真不错，我给你这只，真不错，真棒，脚速真快，给你，本来就是我给你，你踩了我们一脚，是你吧？是你吧？没错，我就是那个哈密男孩。这位哈密男孩，好吧，既然你是哈密男孩，我就原谅你。你怎么这么没有经验？完全抓住了他的弱点。在最近的打歌期间呢，只要提到哈密男孩女孩，都会获得他的赞赏。无条件，没有原则。我这个让给你，我不想跟沙哥玩。我也不行的，我跟沙哥玩不了。你就是让给人家，人家不想跟你一起玩游戏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这次让给墩墩玩一次。可以啊。特别提醒下，如果将名额让给另外一个成员的话，那么他最终获得的分数将由你们两个人平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沙哥这个毒瘤走了。毒瘤？难道他就是著名的杀毒软件？哇，杀毒软件。赵露思在干什么？像那个有一个小动物。对，那个。你要珍惜我的机会，阿米。没有办法单脚够着啊，够不着啊，够不着的。你看啊，你在干嘛？预备啥？你看这样的话，对吧？够到了呀，够到了呀，够到了啊。但是要迈的就比较费劲儿，就比你们的过程要长一段。你够到了之后，你拿两个脚趾头把它夹出来再穿啊。那你得光脚呀，那得。那赵露思在圈外永远是，对，永远都在准备中，准备中，准备中，准备中。我要看准。你在哪里都是。我要看准一个。哇哇！我可以再把名额让给赵露思吗？可以啊。我想给你一次机会。就是要锻炼你。就是要脚短。你们就是懒。这样就剩一只了吗？我们往外拿一点行吗？为了照顾一下女孩子，我们把它放这儿可以吗？放这儿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我们是觉得因为你特别喜欢指压板，来一次不容易，我们老玩。而且但你看他走在上面都毫无感觉的。对。哎，那这样我们鞋还是放里面，那赵露思可以在外面这里。可以可以，因为他也不怕痛。我可以一只脚进去，一只脚出来。因为他也不怕痛。因为你完全没有抢到过，所以只要你抢到，怎么都行。哇，他在讽刺你。你说嘴巴嘟嘟。露思，快证明给他看，快。哎，你这有点
你就死盯这个地儿就行了，我觉得。要转起来。还是没穿上，都在旁边了。你说还要我们怎么做？哎，导演，我刚刚在这个上面走的，不算半分吗？那是我们对你的照顾。好，那是我们对你的照顾，你还加分。排名前四的成员在这一环节可以获得我们的安慕希小黄金。哇！来，我们为大家送上我们这个环节的安慕希小黄金。肯定是没有啊，只不过是线索而已吧。万一这把有了呢？看看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肯定没有。后面写的啥呀？哎呦，校草。草。小草，46，回车，绿色的草，六级，草，校草，军艺校草，你看我干啥？你看我干啥？这个不是校草的意思吧？就有小草，然后校草就他。上次我们有一个一样的人。你觉得这次还是吗？我觉得是哎。那你真傻。我们来了。我们赢了吗？天哪！哇，这个底下不会是指压板吧？哇！我就研究，我在后边研究半天，我说这是个什么大节目？不要啊！不要啊！千万不啊！我建议让嘉宾体验一下就可以了，这太爱看过了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奇幻谷中的月季园，那我就想知道这个跟月季有什么关系。这也是美丽的月季花吗？小竹笋是月季花的孩子。小竹笋刚刚还在回张口就来啊。你听听是一个品种吗？同样这一项任务当中排名2-3的队伍将面临拆队的风险。女生的选择，女队长戴耳机进入花房，该队其余成员在答题区回答问题。答题结束后，女队长走出花房开始作答。你想到什么都可以说。若答案与队员相同得1分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对了对了对了。答错接受惩罚，回答错误下课，游戏结束。就是说每个人要下去了。对，答错一次就全员接受一次解压板惩罚。全员下，因为我们今天是要选我们第10季的专属幸福之花，所以这一环节允许大家穿上袜子，这样的话会减低一点点疼痛。等一下是一组一组依次答题，其他不答题的组坐在旁边的吧台区来品尝一下鲜花饼。哎，就是刚刚做的那个鲜花饼吧。鲜花饼做好，尝尝。哎呀，我给大家准备鲜花饼之外，每一张桌子上还有果香浓郁、一口清甜、营养美味、超好喝的安慕希清甜菠萝酸奶，这也是我们今年安慕希的新品。安慕希和鲜花饼更配哦。哎 ，baby， 你不要挡住我喝安慕希这个镜头很重要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镜头。怎么有了安慕希，你们整个流连忘返都不想玩游戏了是吧？对啊，因为安慕希太好喝了，赶紧喝一个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按照上一环节的排序，排名最末位的黑队先来。对对对，黑队啥时候没先来过？很公平，很公平。打量打量。很公平，很公平。好，我们先来给祖儿播放音乐。黑队听第一题。请问花店里面有什么？开始作答。花店里面有花。花瓶。服务员。取款机。不，那个刷卡机。剪子。
包装纸。电脑。那个丝带。过客。还有是那个营养液。来，那个卡，那叫什么明信片？手机。人。啊，这有了，说过了。嗯。那个喷壶。还有啥？过。还能过啊？你没事，咱一块儿的，咱是个 team。镊子。钱。笔。二维码，扫码的二维码。花盆。啊，那个泥，那叫什么泥？这绿色的那个花泥。水，说了吗？水。我。快，再来几个，再来几个单，看不惯落叶。窗帘，窗户门。三名队员已经给出答案范围，接下来是队长的作答时间。你们说的是什么？就是你想到什么都可以说。OK， 好，请左儿听题，请问花店里面有什么？花店里面有什么？花。耶、yeah。再想想。花店。花店里面有。店员。你等会儿，他是不是已经赢了？我们出三个，不是，答得越对分越高，最多可以答错两次。够了，有一个就够了。现在已经三分，请继续。水。四分。再想想。花店里面的灯。啊。灯要受惩罚吗？是啊。躺平了，好痛啊！好可怕、啊！我申请把我们队拆了吧，拆了，不要了！我觉得我也可以拆了。什么花？快做鲜花饼吧，快点！太疼了！大拇脚趾，这个太痛了。本来只是脚底，现在连脚背都痛了。任督二脉已经打通了，我告诉你。别打了，别再打了。你别打了，我们四分够了。队长，不可以。是我。你们的答案都没了吗？我们就说了四个。请继续。顾客。有。哎呦，我的耳膜都要破了，彭和弟。剪刀。泥土。有花泥。有。那。OK。正确，还有贼。你要不要往好的方向想一想？有贼的话，我觉得还有警察。他下去扎的都是同一个位置，知道吗？
你们的造型都很幽默。都定格了。上脑了，上脑了，好痛。接下来请红队出战。好紧张。没事，反正踩都是一起踩的。真的很痛啊，站在上面都痛。请问出去旅行女生会在行李箱中放什么？衣服、袜子、牙刷、鞋子、牙刷牙、toothbrush 牙膏，他说牙膏、口红、身份证、牙带、眉笔、眼线笔、帽子、睫毛膏、钥匙、钱包、洗面奶、那个面霜、笔记本电脑。笔记本电脑，粉底液，是电池，耳机，你看笑柄，手机，指压板，五，护照，四，漱口水，三，二，伞，遮阳伞，防晒霜，三楼，时间到。完了，我觉得我们比他们难好多。你们比我们简单，简单。请 baby 听题，请问出去旅行，女生会在行李箱中放什么？那可太多了。这个很简单呢。女孩行李箱里还会有什么？衣服、鞋。洗面奶、牙刷、牙膏，还有什么？让我想一想，想一想还有什么？你再想想化妆的，再想想化妆的，卸妆膏，没有，这带了化妆品，咋不带卸妆的呀？忘带了。等一下。Baby， 请继续。阿姆斯，腮红，腮红没有。天哪，腮红！脸上那么多需要画的，没想到痛苦来得这么快。最后一下好痛啊！接下来请绿队出战。加油！试试就知道了。加油！减轻一点重量。好，绿队请听题，请问冰箱里面有什么？计时开始。可乐、鸡蛋、酸奶、安慕希、雪碧、青菜、水果。水果说水果呀、苹果、生梨，这也太难达到了吧？橘子、西瓜、樱桃、哈密瓜，随便说。肉、大白菜、冬瓜、牛肉、黄瓜，酒，啤酒、红酒，威士忌，气泡酒、冰激凌，冰淇淋，冰棍、雪糕、巧克力、面包，有格子，那个隔板，冷空气，速冻水饺。鸡蛋输了啊！面条，五，老干妈，四，酸菜，咸菜，三，二，一，
机。我跟你讲，我全程看着你们，我根本看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黄鹤棣，你在干嘛？热个身。请听题，请问冰箱里面有什么？冰箱里面有什么？鸡蛋，正确。啊，好巧啊！正确。汽水。啊。这个编程你比划我猜的节目啊，这有点过了啊。Whisky， 正确。还说啥了？我都忘了。啥呀 ？OK， 苹果。正确。OK。正确。葡萄。我都没有。葡萄吧。三个男孩子平时不爱吃葡萄。时间离开是对的，我觉得真的，真的要离开，不要一直贪恋在这个上面。来，请白鹿继续作答，请问冰箱里面有什么？碗。碗。碗。剩菜吗？我的天哪！感觉上一次压制压板还是在上一次。哎呀，这环境不错呀！来吧，反对。是啥意思？我们是男队。各位成员，作为两家餐饮店的骨干员工，准确快速地记下顾客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。马上我们就要进行第二个任务，来考验大家的速记能力。速记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自己画画，自己猜。每队各派出一人，将导演说的词按顺序画在数字格里。画画结束后，导演报数字。25号的答案是。范丞丞。率先猜出该数字对应内容的队伍积一分。鸡爪。对战结束后计算每队总积分。会不会有的菜说出来我不认识？如果出现了，你咋画？你就是。他说出来一个词儿，你以自己铭记的方式去画。对，他不一定像，但是你自己知道是什么就行。我啊，我去吧，去吧。我的脖子。
这我先来吗？我们团队最优秀的坐飞机都算数的人。出事儿了，全国人民都知道你在飞机上被九九乘法表。我来。儿哥你害怕了？我这个我一会儿去吃点记忆胶囊。第一轮比拼正式开始。一号镜子，二号猫咪，三号灯塔，四号瑜伽，五号针管，六号帆船，七号冰雹，八号电脑，九号斑马，十一号辣白菜，十二号钢笔，十三泡菜，十四米肠，十五开关，十六轮滑鞋，十七毛笔，十八灯笼，十九电饭锅，二十熊猫，二一外星人，二二蜻蜓，二三签字笔，二四鸡爪，二五出租车，二六大米，二七铃铛，二八火焰，二九羊驼，三十汉堡。时间到。两个人画完都沉默了。Baby 大概有二十个画的都是一样的东西，持有以后就是雷同，都是脸盘子是吗？哦，孙珍妮画的很清楚哎。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大家来出题目，请问六号的答案是帆船，正确。请问十七号的答案是毛笔，正确。OK。请问十五号的答案是。正确。请问二十四号的答案是鸡爪，正确。请问十九号答案是十九号是什么呢？十九号是什么呢？十九号到底是什么呢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十九号。三二一，请孙珍妮回答。电饭煲，正确。哦，对，确实是。请问四号的答案是不用，不着急，不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四号是这是蜻蜓吗？错误。瑜伽，正确。哦，格局要打开，格局要打开。我看一下你画的瑜伽，它确实像瑜伽。你画了个啥？二十五号的答案是出租车。出租车，错误。哥，你这干哈？你在这告诉人二十五是出租车。Baby， 二十五号。是出租车呀，是出租车呀，二十五号，是出租车，是啊，是出租车呀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出租车呀，二十五号，是出租车，是的，是是的啊，是的，我们这样把序号改一下。我也想说出租车。晨哥刚才都质疑自己了，我说我差点要吃药了，我说我要排本了都，排本了，二十五号出租车正确，请问。十一号的答案是出事了，出事儿了。我真不知道，出事儿了。这个是，辣白菜。正确。你画的这是辣白菜？我不会画。请问十三号的答案是泡菜。正确。好。最后一题啊，请问二十九号的答案是。羊驼，羊驼，羊驼，正确。哦，第一局本队暂时领先。哦，你也很棒。哇，谢谢。
虾哥打样吧，虾哥不打样，我就寸步难行了。虾哥，我留到后面收礼，收礼，不是收底，收礼。我来吧，加油加油，来吧，你来，我最后。你俩又正面交锋了。我是画也画不出来，墙也墙，墙也墙不上路。我也是，但你俩一样。我这个画画这一趴，我就要跟你证明，我们俩的 IQ 绝不是在一个层面的。立 flag 了是吗？请听题：一号冬瓜，二号跳舞，三号土豆。基本上就是想象的画面都是以圆为主。四号鸭头，五号林蔗糖酸奶，六号纸巾。七号高丽参，七号高丽参，八号延吉打糕，九号南瓜，十号通讯录，十一号垃圾桶，十二茶叶。哎呀，十三企鹅，十四油条。十五篮筐，十六棒棒糖，我们这里有一位。十七哪吒，已经放弃了。十八范丞丞，十九荡秋千，二十相貌舞。什么？什么？相貌舞。那个，转的甩头的那个。啊，相貌舞。二十一闹钟，二十二刮风。二十三打喷嚏，二十四草莓，二十五魏大勋，二十六马桶，二十七电风扇，二十八灭火器，二十九超市，三十哑铃。时间到。这是消消乐吗？大胆用方和圆，经常是几样东西同一个表达方式。这是啥？那咱们赶快就回答问题吧。这游戏主要比的是记忆力，来吧。请听题，请问十八号的答案是？范丞丞。范丞丞。请问。二十六号的答案是，二十六号是马桶。请问，十七号的答案是，哪吒。正确。这哪吒你咋认的？请问，二十五号答案是，魏大勋。请问，四号答案是，鸭婆。二十三号答案是，哎呀，慢呀慢。你说，你说，二十三号在空呢，你说二十三号，你说，打喷嚏，正确，有场外告诉我，十四号答案是。油条，油条要怎么画呀？十五号答案是篮筐，正确。请问十一号答案是？我这十和十二、十一、十都是差不多的一种。这个十一，我想知道一下十、十一、十二东西差不多吗？十号通讯录，十一号垃圾桶，十二茶叶。哎呀，水桶，错误，垃圾桶，垃圾桶正确。十二号答案是茶叶。十号答案是通讯录，正确。真的画画很厉害。十号通讯录，十一号垃圾桶，十二茶叶。
问八号的答案是？程程。程程先抢答。你说吧。你就往这看，你能看出啥来？我问你，俩人都空的是吧？真行啊，看我俩都是空格出这个是吧？行，真棒。最后一题啊，请问28号的答案是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说，你先说。我要告诉你，这我知道。你说，你说，我听听。灭火器，灭火器，正确。太厉害了！好，这题封神了。输了咱们，他们答得多。你俩上。陆白，陆白神州，记不记得神州和陆白？哇塞，白多。你以后叫陆白吧，你以后叫神州。我他俩三对，我画画俱烂，太难了，这个真的很难。你别说，还真有点紧张。不会吧？请听题：一号腰带，二号音响，三号黑板，四号茶叶蛋。五号电热毯，六号美人鱼，七号冰糖葫芦，八号开心果，八号开心果，九号报纸，十号三弹一月，十一号鹰钩鼻，十二大眼瞪小眼，十一号鹰钩鼻。十二大眼瞪小眼，十三面粉，面粉，十四流口水，十五弹簧，十六豆腐脑，十七黑丝袜，十八向日葵，十九胡椒粉，二十牛郎织女，二十牛郎织女。21小笼包，22桌球，23黑芝麻，24红领巾，25花菜，26猫头鹰，27火烧眉毛。太难了这。28围裙，29故宫，30蒲公英。时间到，停笔。哎，昨天晚上你干嘛来着？是老师他老师。没事没事，你别紧张，你别紧张。这他俩这局巅峰对决，不提示啊！不提示，请听题，请问11号答案是？周深，鹰钩鼻。耶、yeah, ，坐下，都给我坐下。那个眼睛最小那个，别跟他站着。请问13号答案是？面粉。哎，周深先。面粉。我先按的。周深是周深先亮的，周深先亮的，确实是周深。请问26号答案是？猫头鹰。哎。周深，猫头鹰。请问，好，我们的，你先说吧，说吧。白鹿生气了，你说吧，生气了，赶紧的，你说吧，赶紧。你说，行，我们不说了，你说。请问，28号答案是？不能提示。围裙。正确。14号答案是流口水。正确。Nice。10号答案是三
正确。请问29号，故宫。正确。Nice。这都看出来。请问12号答案是周深。大眼瞪小眼。正确。巅峰对决。请问27号答案是周深。火烧眉毛。请问17号答案是白鹿。你猜吧。不急，咱有的是时间分析。有的是，这应该是个音符。3、2、1，请作答。嘿，丝袜。正确。耶。傻了吧？咱俩仨脑子凑不出来一题。请问，16号答案是周深。这是电磁炉吗？你烦人。3、2、1，汤。错误。豆腐脑。这都看出来？彩礼呀。最后一题啊。8号答案是。开心果。开心果。哎，白鹿跟周深打平，分别得了6分。蓝队暂时领先。派出你们队最强的人来。你们4个一起上，对付我们5个。你不去，你快点的。我记不住，我记不住啊。请听题。数位加油。数位加油。1号刮胡刀。2号鸡飞蛋打。哥，快点。3号眼镜。4号怀孕。5号玩偶。6号蟑螂。哎呀，好像啊。7号肥肠。8号鸡蛋。9号蛋糕。9号蛋糕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放弃了。蟑螂。卷饼。小狗。高跟鞋。脸谱。梨。沙溢。哎。孙悟空。孙悟空是方的吗？龙。沙哥好像龙。29烤串。30柚子。啊，柚子。这是龙。3、2、1。柚子是啥呀？我们这组已经放弃了。不是，关键是我们就是你昨天说了好多词儿，他没见过，他不知道是啥。柚子没吃过是吧？啊。主要靠抢，你主要抢，你我告诉你答案，你听我的，你这个特别我知道是啥，我也知道。请问15号，高跟鞋，正确。请问2号答案是，他不知道，你别说，你别说，我知道，你别说。3，我糖葫芦。2、1。错误。鸡飞蛋打。正确。哦，这就这么一个，你看看他就明白。请问4号答案是怀孕。正确。你这个话最好。18号答案是梨子，水梨。正确。12号答案是柠檬。正确。请问10号答案是，我的回好快啊。还慢了吗？卷饼。正确。耶。继续啊。请问好了，你回答吧。你说一说。抱歉。请问7号答案是肥肠。正确。7号肥肠。你们这个集体的力量太大了吧。
我看懂了。请问，八号答案是？土豆，不是，鸡蛋，正确。呀呀！哦。25号答案是沙哥，孙悟空，正确。28号答案是白鹿，啊，沙哥。白鹿是替我拍的，我手跟不上。我们这儿有拍，有替拍，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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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。站，我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我站。28号答案是龙，拍体拍龙，正确。最后一题，请问。16号答案是洋娃娃，正确。输了吧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虽败犹荣。这干嘛呀？这是？怎么这么大的道具哟？这啥？这荡吗？荡秋千。妈呀！怎么看起来这么恐怖？妈呀！我去！马上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第一项任务。接下来的这一项任务非常重要，因为它直接决定了追击队要比神鸟队晚出发多少时间。哦，就越晚对咱们越好呗。嗯，对，所以这项任务非常重要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晚出发1期，漂亮，你是他们队的吧？飞翔吧神鸟，一队成员依次借助绳子飞跃到柱子上，飞跃过程中落地视为淘汰，另一队成员依次借助绳子进攻击落对方的成员并占领柱子，最终在柱子上存活人数更多的队伍获胜。哇塞，这个好难哦。击落是击落这两个字听起来很可怕。击落，击落，这不晨哥一撞，我们四个人都得下去啊。他一撞，这五脏六腑都炸了都。晨哥跟打保龄球一样。Match number two。然后追击队要分别跟两只神鸟队进行比拼，我们最后看总的积分。就可劲儿累我们一组，就把我们累到那个一点劲儿都没有。追不动。万一我们要是赢了一个同时出发呢？那不还玩吗？同时出发，周深一把就把我抓住了。你们组先来吧，我们先来吗？你们先来，你先来。呵。手套跟袜子穿好了。我可以先问一下最差的时间出发当中的那个值是多少？20分钟。如果神鸟队赢了，追击队晚出发20分钟，平局是追击队晚出发10分钟。如果追击队赢了，同时出发。20分钟那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吧？但是20分钟估计都已经到重庆了吧？你们？这能试吗？可以，你可以试一下。你能荡过去吗？你先活动开，白鹿。他都不用热身，感觉这一个一窝就出去了吧。赶紧给大家打个样，打个样。不敢了。从上面，从上面，从上面，从上面荡得远啊。从上面。走。走。啥呀？可以不用玩了，可以了，谢谢谢谢。这样就没了吗？对，这样就被淘汰了。这么残酷吗？太低了。试一下那个，你到那边去吗？但这个不好去啊。斜荡。斜荡。斜着能荡吗？咻！哎呦！咻！哎呦！哇哇！你那个裤裆没破吗？我想问一下。不是，
很容易卡裆，很好啊！你别以为很容易。好，先请神鸟队依次出发，站上我们的柱子。鸟队，鸟队，鸟队，来，鸟队，来吧，行，好，这有点厉害啊，这样打得好，来。哎，你刚才那个不挺好？就用刚才那个吧。你就还来那个，还来那个。你刚才那个完美。好痛啊！我，你接我一下。我接你来。行了，来吧。你就最近的那个，那个没人儿。那这个我就直接跨过去。对，就拉着绳跨过去就可以。接下来，请追击队进攻。进攻，进攻的好难，你懂吗？你要把它撞下去。嗯，等会儿我先能把这绳拿过来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敢。我也撞也不太好撞。谁先啊？你们？森森。但我该怎么撞呢？我觉得你啊，去那儿等于是以卵击石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是像韩庚，你看都已经抠在这儿了，现在已经抠这儿了。深深，其实你轻，我们都可以给你助点力。其实，需要我们给你发个力吗？把我当扔石器是吗？就这样一下给你，就这样一下给你。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哇塞！哇！干啥呢？哇！哎！天哪！干啥呢？一二三，走！深深，抓住他！深深，把他抓下来！别放手！深深，别放手！深深，深深，加油！他被留着了。深深不行，咱就回家。不行，再来。不行，再回来。深深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深深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深深。哎，等会儿，回来，深深，回来，回来，等会儿，深深。哎，还还我。深深太惨了，太狠了，这太难了，这根本就做不到。深深，他在旁边玩我，都看见了，都看见了，全国人民都看见了，没关系，都看见了。接下来，请追击队的另一位成员出战，来吧，陈儿，来吧，陈叔叔。炸弹，炸弹来了啊！炸弹。你要来呀、啊？那咋整啊？你朝哪边来？你先跟我说。正面。正面。那我过来。那我去了。咱俩换一个。那我去了。这样。没，你留着，你留着。快出现！快出现！快出吧，出吧，快女神出吧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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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哥，你的功能是上去拿一分的吗？有点浪费啊。Yes， 陈哥是要去捡三分的呀。加油！加油！一二走！
哎呀妈呀！静怡，静怡，等会儿，对。哎呦我的妈！壮壮，来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第一局，街机队得一分，神鸟队四分。里面最有攻击力的居然是我。接下来，请两队攻守交替。请追击队站上我们的柱子，那我就只能先去远的那个吧。哇，感觉他要断了这根绳儿。你走过去就可以了，静怡。哎，漂亮！哇，静怡、哎哎，好厉害，好稳哎！空中还倒手呢，我。对，跳起来之后还往上倒了一下。等一等！哇，这怎么攻啊？我天！这样，你来这个，我去那个，你俩守这个，我守那个，那就不用搭理他了，那不用搭理。好，接下来请神鸟队进攻，来吧，凯哥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去哪儿呢？你就得中间了，你就得中间了，这玩意儿你也动不了。这玩意儿不好动，不好动，这玩意儿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俩，我们的命就不是命吗？我给你揉一下，你跳下去。哎呦我操！歇会儿，感觉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是吧？那边不好去，那边不好去。转了一圈，哎，中间怎么李晨还过来了呢？这是发生了什么？再来一次，抓住，加油，加油！一二三，我也有，我也有。推猛了，卡出一溜沟了。你看看你的行走轨迹。有点猛，使多大劲儿啊？这比我想象中难呢。没，我们这个队友就给大家乐呵乐呵。乐呵，就给大家乐呵乐呵。一二三，我也有。你要干嘛？为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走！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你踩了我出去的结果吗？哎，自己荡过去，荡一下呗。苏军，哎呀！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想象当中的自己和实际上的自己是不一样的。完了，你们要加油了！我们要加油了！本来寻你们能直接把他们拿捏呢，你这把压力现在给我们了。好，那接下来请第二支神鸟队和追击队进行比拼。那接下来请第二支神鸟队和追击队进行比拼。那我们再荡一次。好。你要远一点，陈哥，远一点才能悠过去。你是想让我来一个跟他们一样的效果？不，我真的要远一点才能悠过去。你跳一步，陈哥，远一点，你蹦一下。对，最好空中换个手。哥，你空中收个手。你要表演一下。你一个手，你这样转一圈，完接我，我抓着你脚。你看过那个节目吗？你到这儿把我啪一逮，我咔跟你的。我先试一下。哎，想象当中的自己和实际上的自己是不一样的。你想象当中自己好像是泰山，
结果一出去 I believe I can fly。 想象当中的自己实际上的自己是不一样的。正常来，正常来，正常来。走，哎呦，好，好，接下来请神鸟队进行攻击。怎么说呢 ，baby 姐这个队，起码送我们两分吧，不过分吧，少哥。好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，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好，可以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放过我！哇！哇！哇！厉害厉害！耶！深深，太猛了！沙哥起码送我们两分吧，不过分吧？去哪儿？他把那个奥运场上的眼神给我使出来了，我怎么能不跑？我来吧，我捡个喽。完了，就剩 baby， 我觉得你回那儿吧。好。哎，等会等一下啊，我们让静怡回那边。来，一、那 baby 的三，走。不是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走。这个叫非战斗减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哥哥，喂，晨哥，晨哥，谢谢你啊！怎么办？他又来了。大静，你还没输呢，刚才。哦，对，还有命。对你还有用呢。他还有命？有命？他荡回来了。哎呦！哇，漂亮！先回来，先回来，漂亮！干掉一个！全村人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。哦，这个好看了。强强对决。一二走！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，不精彩，精彩！精彩，精彩！不对，你们还有一个。精彩，好，贝贝一步就上去了。OK OK OK， 你看看，好，这一局神鸟队得一分，追击队一分。接下来请两队攻守交替，请神鸟队防守。啊，还有一轮啊，对，还有一轮，还有一轮。最后一局，目前两队的总分是5-5，打平的。哎哎哎，我有个战术，我觉得。只要把他们都弄下来，我们就打平了。就是一打一平。四哥，你这个战术跟你赢没什么，就五小人打平就可以了。或者是我能弄下两个人，然后你们弄这一个就可以了。好好，懂了懂了。你去找 baby， 你就是跟他一起下去就行。跟他一起下去，静怡，静怡加油！手抱他，对，换手抱他，对，对，抱他，抱他，对，抱他，抱他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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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猛了。一分
就剩我了。那我再上一个，我们不就赢了吗？视频，你如果现在上去不攻击掉任何人，你们两队就是打平的。如果你能上去且能攻击掉一个人，你们队就赢了。你要推掉一个人才是赢。对，你要不就平了。如果神鸟队赢了，追击队晚出发20分钟，平局是追击队晚出发10分钟。如果追击队赢了，同时出发。那我就站着是吧？你站着吧，你站着吧。我要过去，你一过去他就过去了。不，那至少他一个人能守两个。就赌一把，顶多是平局嘛。就同归于尽嘛。来吧，走走走，又走，快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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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上去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哇，太激烈了，我在这，我这个视角好啊，给我一机器，我拍吧。哎哎哎！哇！我们就输了，输了，同时出发，尽力了，恭喜追击队获胜，是我们，是我们。所以在接下来的追击任务当中，追击队可以和神鸟队同时出发，成功。同志们，比赛跑步的时候到了。